中间有一个黑，有一个黑人，一个啊，不是黑人啊，大家不要讲，不要，没有黑人，没有黑人哦，一个黑面菜，有一个外国人走在路上，他看到一个黑色的包鱼，他就说 ，Oh shit！ 哈哈哈哈哈！不愧是只有大黑会给五星的笑话，我就觉得 ，Oh shit！